今天咱们这堂课练习造句啊。钱多多啊，叫你呢，站起来。哦，你用一边一边造句。老师一边上课一边看美女。美女在哪儿呢？你啊，用不仅还造个句。老师不仅爱看手机还爱看美女。你还来劲了是吧？即使也，即使老师再忙也要抽空看美女。无论发生什么事都阻止不了老师看美女。哎，我还就不信治不了你了。永不是就是造句。老师一天到晚不是看着美女笑，就是笑着看美女。虽然但是，虽然老师知道这样是不对的，但是他死都不肯改。钱多多，女老师，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色狼呗。你还笑，去后边做五百个蹲起。一天天的不思进取，这么简单的造句都不会。唐光，你站起来，用一边一边造句。我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。你到底是要脱还是要穿呢？你这特异功能啥时候学会的呀？要不要跟我们来展示一下子？我来了。你好骚啊。滚去。哎，你站起来，还没造完呢，给你出个简单的，用其中造句。我的其中一只左脚受伤了。你是蜈蚣吗？是不是挺费鞋？给我滚后边蹲起去。